magenta color 玫红色 ，OK， magenta， lime yellow， 还有就是这个 denim blue， 可是NDR 42， 价钱是80，最小的码从 S 开始。最大是去到 XL， 我是穿着 S， 给你看看它的款式先的，它前面这两粒纽扣是款式来的，不能够开的，隐藏拉链是在后面，由上往下拉 ，OK， 然后呢 ，belt 是搭一起的 ，OK， detachable 的，然后它左边啊，右左边这边裙角这边是这样子有开叉，来。 给你穿在身上开叉的款式是这样子，在左边的呀，右边就没有啊 ，OK， 右边是没有开叉，开叉只是在左边而已。还有就是面料一样是西装布面料，有弹性的袖子呢一样是这样子有翻折，已经定位在那边，不用怕掉下来，它已经车死在那边了。纽扣是款式来的，这边前面两粒口袋，两粒口袋，<笑>两个口袋是款式来的。 方身的是在左右两侧，也是属于一个比较简约的款式。可是这款式跟刚才的比起来，它是属于比较包臀哈。对啊。所以说，你想找比较包臀的款式，常常又觉得我们家的太长，你可以靠我们带走这一个。因为很多时候顾客带着我们家的那包臀款，他们都说会拿去改款。这个就不用改短哈，这个的长度呢，就是说它是属于比较短啊。所以说，给那些常常嫌我们家的太长的，这个可以考虑带走这个啦。我是穿着 M 啊，size我一样啊，带过 M 就好了。OK，这个款式我是穿着 M size，然后开叉，我穿着我的整体是到这一边，不会说开的太高哈。这个，那么呢，这个的 M size 的话，如果是在我身上的话。 它的腰拉伸其实也是不多哈，这个毕竟说它的腰是79，可能就说根据尺寸多个1-2 cm 是可以，因为它跟我们惯用那种做裤子的西装面料来讲，弹力是没有这么大，可是整体你说是还是有的，就是不会像那些一拉可以多一个助理，可以多半个助理那种面料，不是哈，这个，所以说你的 size 和一样啊，这个款式那就 M size 就好了哈，我是穿着 M。 NDR 42， 价钱是80。 OK， 我身上穿的是 magenta color， 不敢穿红，不敢穿粉的，带走这个 magenta color， 因为最近很多顾客也很喜爱这个颜色。 OK， 拉链是在后面，我先换 lime yellow 给你们看啊。阿姨，你的刚才 NDD 60是黑色收的。 然后是到 Humini 的是这个连身裙啊，你是要 magenta M size solar。 比起刚才我们那个比较短板的，这个来的会比较 fitted 啊，就是它包臀比较包臀 ，OK， 就是它臀部那一边啊，修脚的比较修臀部就对了 ，OK， 可是它一样没有我们那种这么修，然后加上呢，你可以选择绑带和不绑带都没有问题啊，我现在就不绑了 ，OK。 我现在身上穿身上这个是 lime yellow， 你要显白 ，OK， 你可以考虑带走 lime yellow。 开叉的部分是在左边呢，它不会开的太高，是刚刚好，有口袋。像刚才的，这边两粒纽扣是款式来的，不能够开。然后这边它有一点点小开，这样子不用怕走光之类是不会。前面这两个口袋是款式，方身的是在左右两侧，尺寸跟助理一样啊。这一件穿 M 是没有问题的，我是穿着 S。 想要穿不敢穿红不敢穿粉，带走 magenta 一样会有那个显瘦的效果。最显瘦的不用多说了，一定是这个 denim blue S 到 XL 三个色，基本上这个款式三个色都是不同系列的 ，OK， lime yellow magenta 还有蓝，其实蓝跟粉真的是很好看，这样子放在一起。我去换 denim blue 给你们看，今晚直播的最后一个款啊 ，OK， 这个是今晚直播的最后一个款。 还要加单那些，赶快啊！所以说这个款式啊，如果你是跟我的尺寸下单 ，OK， 带走 M size 是没有问题的。拉伸方面还有啊，就是说根据尺寸能接受贴身多个1-2 cm 是可以啊，拉伸得到的哈。然后160就是说身高160。
是刚刚好长，就是到刚刚好碰到膝盖那边，不会太短了，它不是这样子啊，还是有到膝盖那边哈。穿在我身上也是不会说 below above 啦， touch 到一点点， touch 到一点点啊。比起助理，助理是 touch 到比较多啊，对，是 touch 到一点点。所以说三个色啊，最深的颜色就是现在主播身上的 denim blue， denim blue， OK， 或者是MDR 42，价钱只是80而已，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L， 平常它的裙子是后面开叉。这个呢，它就做了左边开叉，对，旁边啊，就好像那种旗袍的感觉。可是它不是啦，就是说它开叉跟以往的款式不一样，就是它开旁边有这样子，它开旁边，其实整体让人家感觉好像若隐若现的感觉，可是是没有东西看啊。这个黄、lime yellow、magenta， 还有 denim blue， 今晚的最后一个款式 ，OK， 最大是有去到 XL，OK， 还要加单那些，赶快一样了哈。我们如果那些说没有收到我们 notification 什么时候做直播的，其实我们直播的时间是定了的，2和4晚上7:30，那么我们就星期四晚上7:30见啊。还有就是喜欢我们的记得下单的，尽量话可以的话在24小时里面付款啊，你不要说拖一两个星期，请不要这样子游戏啊，从两天拖到一个礼拜啊，请不要这样子啊。基本上如果你下次这样子，我们就直接会 release 给别的顾客， OK， 没有的话我们今晚的直播就到此为止，我们就星期四晚上7:30见。拜拜，晚安，谢谢大家。